朋友们，晚上好，早上好。这次我们的活动非常荣幸和我们璧山讲堂一起合办，所以应该有很多来自国内的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我们今天活动也同步的在 Clubhouse 上面进行，大家喜欢 Clubhouse 的赶紧登上去，搜索 follow China Travel Club，记得要关注张梅姐。张梅在Clubhouse 上面还会有定期和创业者们分享创业经验，梦想创业的朋友们也不要错过啦。现谢谢。在我们的哇，我们已经好多好多的朋友进来了，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围炉对话活动。呀，大家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壁炉。这个壁炉有100年的历史了，这就是我们之后线下围炉对话的地方。我们非常期待能邀请到张梅，之后线下到我们的活动，然后和我们鱼园社的鱼友们相聚。谢谢。梅姐，我们鱼园社很多你的粉丝哦，哈哈哈哈哈，我现在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Michelle。之前在国内做律师，我移居到硅谷这边接近4年了。我是来自成都，我也是鱼园社的创始人。然后鱼园社呢是位于旧金山硅谷地区的华人移民社群，我们的使命是扎根探索美国本土生活和文化，链接美国主流各界和各个族裔社群。促进我们社群，我们华人移民社群和美国各个族裔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开拓华人移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璧山旅行的创始人张梅。关于张梅，我今天就不想花10分钟的时间来念张梅长长的非常耀眼的履历。我昨晚看了一下我准备的一些问题，我发现我有一种，一口气想要吃个胖子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我都要我这个要抓住张梅，要挺起他的这些洞见，所以我们今天要聊张梅的她的传奇人生故事，我们要聊这个旅行行业洞察，我们要聊移民创业，我们要聊我们这个移民参与美国主流，每一个话题，我觉得梅姐都可以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所以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马上开始聊天。另外我们的活动呢，我们会留时间给大家提问，欢迎大家提问，请把问题我们直接一会儿发到我们的 Q&A 这个框里面就可以。那我们就开始从张梅的人生故事开始吧。张梅来自云南，在云南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哈佛商学院，现在也是哈佛商学院校友会董事。然后取得 MBA 学位之后进入麦肯锡工作，后来辞职背包环游世界。我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让你产生了要创立 Wild China？还有后来璧山旅行的想法，谢谢 Michelle，也谢谢这个鱼园社所有的朋友们，有一些可能是都线下我们都认识的，特别特别期待等这个疫情结束以后，能到 Michelle 和 Pat 这个有历史悠久的壁炉的地方实际的聚一聚啊。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朋友们聊天儿。其实我觉得回头看看，什么也没做，只是挺好玩的。所以呢，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如果是能挺好玩的话呢，可能也算是没有完全虚度吧。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玩呀，怎么做过来的哈。那刚才 Michelle 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背包旅行以后，怎么会想起来就创业了？为什么在这个商学院和麦肯锡都做得好好的时候想起来，我一直就想旅行世界。你大家不知道我是90年代
大学毕业的，9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要拿到一个护照去巡游世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就觉得这个自由来之真是不易啊！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想，如果我一旦有一点点经济自由了，但是我的经济自由要求不高哈。我就想去全世界旅行，那当时的经济自由就来自我把商学院的学费已经还了，然后呢，麦肯锡呢也干了几年，有那么一点点小积蓄，我就说 OK，现在我最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就背上背包去从Scandinavia 走到南非，然后呢，在大陆这边呢，我是从敦煌开始，一路到喀什，从喀什又搭车上冈仁波齐，那么一路走下来，后来还有去到Overland 去了尼泊尔，在尼泊尔待了一两个月，然后又去了印度。那这一路上呢，发生了几件事，一个是待半年的时间，你给你自己足够长的时间的时候呢，你就有很多时间面对自己哈。那其中一个经历呢，是在到冈仁波齐的时候，大家同学们可能知道冈仁波齐是 Mount Kailash，是几个宗教最神圣的一座山了。我在那一个人徒步，因为没有就自由行的客人是没有的，有一些只有藏族、印度人，他们在那里环山旅行，那我就找不着伴儿，我就一个人背着背包就开始走了。那是在4000米的海拔，走一圈下来56公里，最高的海拔到5600多米的时候，走走走走出来一截以后呢，就有一群的狗，大概有4条狗，就前后左右的围着我，就一直陪着我，一直陪着我走了。2个多小时，我手里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拿一个石头。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们陪着我只是好玩，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是在等着我 drop，所以呢，我是他们的食物，对吧？然后后来旁边有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他们去一下去围攻那小兔子，我就看到那个阵势，我才真的是很害怕。然后晚上呢，坐在。正好幸亏有这个一些旅行团的人就给我了一个帐篷，让我在那里过夜。我本来要住的那招待所没有开门，所以呢，那一路呢就很惊险，很惊险。然后我在想说，那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让我觉得心灵能够休息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条件要那么艰苦呢？如果没有我那么大块的时间，愿意来的话呢，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得到这么美好的一种经历，而且呢，可以有不被狗追的这种危险，这是我第一次就在想，就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给更多人？然后到了尼泊尔以后呢，我坐一个小飞机去 Pokhara 降落的时候，你特别颠簸，特别厉害，在两个山谷中间。上次跟冯唐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是有一次什么。就是在觉得这个飞机要掉下去了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后悔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了哈，25、6的样子，没什么后悔的。我觉得挺精彩的，从云南能够有机会折腾出来看世界，我挺幸福的。但是呢，就觉得没有做成什么事儿，就你这人。无关紧要，你在这世界上走一圈以后，你没有做任何的贡献。也许我拿走了不少享受的东西，但是呢，没有留下任何的贡献。如果我一辈子做一个 consultant，或者是做些其他的项目，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些贡献能不能让我觉得是留下了一点点足迹。我当时就特别想做一件什么自己的事儿，这是第二个契机。到了。第三一个契机，真正开始要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从那会儿到我后来创业，中间还隔了2年时间呢。是我又回到了那个McKinsey，然后去被派了一个做去去做一个项目，在云南替大自然保护协会看这个云南的国家公园的可行性。这是我第一次就拿着这些黄埔军校学的这些所有的经济分析啊，什么采访的、实地访谈的这些技能，去看我的家乡。我突然发现云南简直是太宝贵了，这个地方的资源和中国的经济的腾飞的那个曲线，10年20年的时间一定会非常的不得了。但是呢，当时的旅行呢没有市场细分，
全部都是大巴油，全部都是就一个产品，北京、西安、上海、长江三峡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我就想，那这是从一个商业模式的角度，我坚信会有一个深度的、高端的 go off the beaten path 这样子的一个旅行需求市场的出现。那我们想说服当地的政府朝这个方向发展，政府说这太小太慢。那我说好吧，那我就辞职出来做了，就辞职出来做了，一做就20年。哇哦！I didn't know it was going to be this long. Yeah. 大家都知道，在麦肯锡这样的公司，世界闻名的，然后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可以说挣很多钱吧，也就。但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不能去用你自己做的事情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影响他人生活，给他人生活带来积极的意义，change other people's lives。所以我非常的钦佩我梅姐，你的这个事业是你的一个 calling 呀。所以在你这个已经非常成功的经营我们的。碧山旅行，Wild China，China 已经20年，然后现在又是我们可持续性旅游的这个在中国的这种倡导者和引领者，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这个名词就是可持续性旅游，我想从您这个专家的这个视角和你的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可持续旅游的这个概念和意义，以及这样的旅行方式在中国以及世界的这种普及及发展情况。谢谢米莎。其实这个可持续性旅游哈，我一开始涉足进去的时候，我也一头雾水。这个有的叫生态旅游，有的叫绿色旅行，有的叫什么，反正有各种各样的 eco tourism 之类的。但我现在对他的理解呢，越是做的时间久了，我觉得把这些事情不要说太复杂，就给它简单点儿。可持续旅行的最简单说法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对吧？可持续可以持续的做下去就完了。那这个事情要可持续的做下去呢，它会，我觉得它是从多方面来看的。第一，从我这个游客的角度上，这种旅行不会让我厌倦，我愿意持续的去旅行。然后呢，从这个旅行资源方来讲呢，我这个资源不会被一下就耗尽了。那耗尽的这资源包括些啥？包括。环境资源，对吧？这个山里头，如果去的人太多了，乌泱乌泱，那这个环境的宁静的这些自然资源就遭到破坏呀，或者是这个河本来挺干净的，大家都上那去漂流，都往里头扔垃圾，那这河的资源也耗尽，这些东西呢，就自然资源不被耗尽。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人文资源。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被耗尽，这个东西其实在现代的旅行发展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少，至少在国内关注的不够多的，因为大家都，比如说我从云南来，我就觉得云南的自然资源也好，它的植物、动植物的丰富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就是中国的叫什么 Kingdom of Flora and Fauna，中国的动植物王国。那它的少数民族文化，全国55个少数民族加汉族56，25个你在能在云南找到。那但是旅游开发呢，往往把这些资源拿出来，就变成像跟动物园的感觉是很像的，或者是有点像戏剧性的，就把这个少数民族哦，这个少数民族有意思，来排一出戏，放到台上去跳去，又唱又闹，轰轰烈烈的这样子的不单是少数民族本身，他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传统民俗留下来的东西呢，我不知道能够留下多少的尊严和可持续的欲望去维护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多是看着游客来了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游客的生活方式。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资源就不可持续了。对吧？那自然环境也是同样的，乌泱乌泱全部去到这个地方呢，以后呢，
也会遭到破坏，所以我相对来说呢，我想做的这个可持续性旅行就是更注重怎么样能够最少带来负面影响的走到大自然里，走到这个跟当地人连接，走到当地的民众文化当中深度的走进去，从而呢给旅行者也是一种 enriching， 比如就给自己一种更丰富的体验，那这三个方面都可持续了呀，对吧？而且呢我收的钱多一点，我可以给当地人多付点钱的话呢，当地人的生活也更好持续呀，所以我就很简单这么理解来做。嗯啊，真的真的太棒了，特别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和我爱人，我觉得我们今天参与的这观众朋友肯定都是爱旅行的人。我们不管是在国内旅行还是在国外旅行，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会特别会关注到对当地的这些自然景观，它的这个游客对自然景观自然的这种影响，以及对人文的这些影响。你是去一些特别是一些人文方面的链接，你是去把这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这些人文这些少数民族当一个玩偶或者是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展现，还是你真的是可以从他们的本地人的这个角度，他们的视野去观察这个世界，去体会这个社会，体会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是在旅行过程中真正的能让我们开拓视野，开拓眼界，去认识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特别喜欢梅姐讲的我们这样的非常的 enriching 的这样的一种旅行体验，我们多收点钱，我们回馈给我们当地的民众，这个真的就是太棒了 ，yeah， 所以我因为我最近我在关注我们的碧山讲堂项目，我特别喜欢碧山讲堂的很多的这些采访 ，yeah， 各种其中还请到了这个旧金山，说到我们可持续性旅行，还专门请到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权威的这个专家教授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可持续性旅行的这个前沿的一些观点、一些发展趋势。啊，其中有一期节目，我记得是你们邀请了一群美食家，专门聊四川的辣椒和调料。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棒了，因为我们也在想。我们在鱼渊社，我们之后线下活动，我们正在想要做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要汇集世界各地的这些辣椒 ingredients，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调料大会，大家都来尝调料。所以要我们谈到这个碧山讲堂，您访谈了很多世界各地各个行业的这些大咖、这些成功人士，内容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我又要在这里操个捷径，就是和你和这么多的睿智的朋友们对话聊天，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你想我们碧山讲堂的我们这些粉丝，你希望人们从中收获什么？你最希望我们收获什么？谢谢你莎。我觉得能够就是不能旅行，然后可以做碧山讲堂这样子，请各地的这些大咖也好，或者当地的老百姓也好，给我们看到在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跟旅行是旅行的另外一种方式，跟读一本书是一样的，就异曲同工。我们其实找的东西都是找一种更有趣的生活，或者把生活里头的一些细节挖掘的更深一些，是吧？所以这个讲堂里头特别特别的新颖，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很有趣的讲者的嘉宾的支持哈。跟大家聊下来以后，我听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跟那么聪明那么杰出的这些人聊完以后，从他们身上学到点啥？我只能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我希望每个人就像看画一样的，你就发现哦，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啊，和我们都一样的no
那有普通人，但是呢，大家都在做不同的方式，在努力做很多普通人我们会忽略做了的事儿。我觉得哈，但是不是，但是我得到的这个 inspiration 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事儿我们做不到，而是可以学得到的。而且我希望每个人来到这讲堂里头，跟他们，听这些老师讲的时候呢，就像看一幅艺术作品一样的，你可以拿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头，从自己的生活里头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你知道吗？你每看一幅画，你在生活不同阶段是会看到不同东西，你读《红楼梦》生活不同阶段你也读到不同东西，是吧？所以呢，所以我只能讲讲我自己跟这些嘉宾交谈了以后，我觉得我学到三个东西。第一三点，所有的麦肯锡的这些人都会用三点来给你总结。这三点，大家拿小本子记下，小本子我准备好了。这三点，第一哈，是我觉得真正特别特别优秀的人，他们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帮助另外的人。就是他们都很愿意帮助人，哎，这点是年轻的时候我不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事儿，年轻的时候都忙着踩着别人肩上往上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做的特别优秀的人大家都在思考。其实这跟可能疫情期间经历了一些失去一些亲朋好友啊什么的，你也想，你说你仔细想想，这个人他到底留下什么痕迹？留下的都是他帮助你的那个时刻。所以很多李开复老师，我跟他谈讲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他也说，对他生活其实最震动的，并不是他挣了几百万的时候，而是他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少了。他欠的太多了，所以呢，他就多花时间去为别人服务。所以很奇怪的，有一些很有名的老师，他都愿意花时间来给大家讲堂里头做讲座，就是他觉得这在疫情期间能够帮助大家生活更有趣一点。这个是很多非常成功的人都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我非常想学习的。第二一点呢，我意识到这些很成功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他都是自我发光体，就是他大家都会有上上下下的这个不管事业也好，家庭也好，心情也好哈，但是呢，他不会在这个逆境里头，或者是他到那个坑里头就待在那就不出来了。这些自我发光体，他会用行动又走出来，他不会在里头待着，可能进去一会儿，但是呢，他就会。总是把逆境看到逆境 OK， 那我现在先不把注意力放到逆境上了，我就把注意力放到我现在可以做件什么事情来一步一步走出去。这是我所有跟这些人访谈的时候我都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然后第三一个，睡觉吃饭好好吃饭锻炼身体看书很重要，再有个什么业余的兴趣爱好。当然我说的业余兴趣啊，比如说写写毛笔字呀，或者是缝个小被子呀之类的，跑个步呀，喝酒吸毒不算哈。你要喝酒喝出个水平来。我正在喝。不，你要喝酒喝出个水平来，你去研究酒 ,that's great。Right? 或者是 you know, just 不要酗酒，我说的是 yeah, 对对，所以这几个方面我是感触颇深，希望向他们学习。太好了太好了，梅姐，我已经小本本已经记下来了。哦，谢谢你，真是个好学生。yeah, 我记下来之后我就发现梅姐她是您绝对是实践了这三点呀、yeah. 没有来到我们的活动，抽出百忙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活动，和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场很有趣的一次对话。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说实话，从去年的 pandemic 开始，那对旅行行业，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这个小 business 都是冲击很大，但是我们都在 pivot， 我们都在努力的做一些事情，
让我们自我以及他人更加的这生活更加的这个丰满充实的事儿。哦，非常棒。然后第三点，睡觉，好好睡觉，看书，锻炼。我锻炼这一点我真的没做，没太做得好，我需要进一步加强，加油。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可以聊到这个锻炼马拉松的事儿。真的，对，我们谈到这个，当然不可，这个 virus 这个 pandemic， 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的这个 pandemic 到今天都没有结束。然后，对全球的这些旅游啊、酒店啊这些航空公司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我们当然也要满怀希望，我们肯定会等到这个世界开放的那一天。您作为国际旅行行业的权威专家，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旅游业的这些预测和洞察吗？比如中美之间相互的这个旅行热度，国际旅行市场将会如何恢复，以及人们的旅行习惯以及方式是否和疫情前有些什么变化？好，这个事情你知道，肯定我是天天在想的。因为我在这里，我跟大家都在加州，我在 Berkeley， 我觉得我们尽管在灾区，疫情灾区哈，但是生活还是蛮幸福的。现在这个疫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对 Wild China， 对碧山影响最大的是，都是这些压力都是我国内的合伙人 Albert In 和我的团队在扛着。你想，你呢，大家还有一批人马，还要吃喝，还要继续养，还要继续养着团队的。但是团队呢做的努力非常非常的非常棒，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活到今天，还能够继续活下去。因为疫情对跨境旅行还没完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几点我看到的哈，一个是疫情后的旅行反弹的非常非常厉害，大家都知道，你们国内有朋友的，你现在国内订房呀、订机票呀，价格都已经上涨了10%到30%，然后到了五一这样子的情况呢，是订不到房的，到处都是满的。所以呢，take away 之一就是你现在想去什么 Galapagos 非洲什么的，现在订，因为反弹了以后，明年价格会上涨，肯定是一样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对这个病毒的风险的态度不一样，导致了我们之间现在通航的障碍，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对疫情的风险是零，对吧？我们是 zero tolerance， 出现一个案例大家都紧张不得了。这边呢，大家都习惯了，超市里头肯定都有几个人在那转悠，只要我不去惹他，我已经学会怎么跟病毒共存了，几乎是。所以呢，大家态度不一样的时候，这两个态度怎么样去接轨？我觉得至少半年时间，这个事情只要中国美国能够去中国冬奥会前后，2022年2月份左右。当然希望比这早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疫情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些东西。一个是它加速了很多很多人对一些以前不愿意接受的事物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至少10年的速度拉过来了。我指的是什么？比如说 Pat 那个 Michelle 你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在现场去成都的饮食学校，可以去敦煌的石窟里头，请专家给我们看石窟，这种就是在 Zoom 里头的假的 virtual tour， 也是真的 virtual tour， 但是呢，以前没有人愿意的，这个现 technology 还不够的，但是 pandemic 你没有办法不接受，对吧？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对，我们对这点就是真的深有体会，我们不太可能和国内的现在在场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在一起来聚在一起呀。如果没有，对吧？是，然后呢，在国内的旅行者来讲呢，对几个东西，一个是对小团出行，就是他不再去跟大巴了，而是我们三五个朋友或者一家人就单独去找旅行公司给他们定制一个行程就出行的，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很快在一年里头上涨了大概3倍。
然后第二个是对户外的接受，对户外运动，滑雪呀，这个水上运动呀，这些东西的接受度也是上涨了两三倍。他的旅行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都是自驾的，而且去的地方越来越多都是非景点。这些都是我20年前做 Wild China 的时候，我说 Wild China 一定要避开旅行景点。我可以让你去那么40%时间去旅行景点，必须看的长城故宫，对吧？但是真正的生活不在景点里头。Yeah. 那疫情在影响这些变化，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尝到甜头以后你就不会掉头了的，不会再回去再去挤大巴了，对吧？ Yeah, yeah.所以有好的地方，是 绝对是啊呀，任何事，我刚才又用小本本记下来了，我希望，就说我们只要中美航班一开放，我和小鱼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回国，要去看我们的朋友，所以说最快时间有可能是梅姐刚才提到的2022年，就明年的春天，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春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然后当然人们的旅行的欲望不会减退，我们已经定了，我们已经定了5月去夏威夷，然后国际旅行的这个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大家记好了小本本，就是相关行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也会更加的，应该说定制化，更加的这种这个质量方面，小团高质量的一些不走旅游景点这一块的去发展。我到旧金山3次，小鱼才带我去的金门大桥，我后来都很生气，我说哎，我说你，我们去旧金山那么多次了，你都没带我去金门大桥，我好像没，我都没去过的，不好意思告诉我朋友我去过旧金山。 OK， 现在那样的一种观点，我觉得真的，他每次之前回美国的时候都带我去见他的这些朋友啊，各种的这些最地道的这些本地的这些和本地人去互动打交道交流，我觉得这是最，我今天看来才是最最珍贵的。Yes， yeah， 我们现在我们要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业故事了。刚才您已经成功的已经分享了这个您的这个成功创业故事。我们鱼园社的大部分的成员也是。很多是包括我们现在肯定在美国参加我们活动的观众，很多应该是成年以后移民到美国，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追寻我们的梦想，包括我自己，我现在也是在创业中，所以我想请您分享一下你对新移民，对华人移民在美创业的一些经验分享建议，或者还有一些且忠告或者这个话题哈，我觉得最好解释的是，有一次我大概10岁的小女儿吧，那时候她问我，她说妈妈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创业的啊，所以我就想，我得把这个创业这事儿给她简单化，简单到这10岁的小孩能听懂的。我就跟她说有两个事儿。第一呢，做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呢，你喜欢做的这个事情呢，能够帮助到别人，解决个什么问题？为什么？那有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你创业就必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吗？你创业就不能做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吗？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你想，如果你喜欢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做起来你不觉得累？对吧，你如果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可能早上醒过来洗澡的时候你在想这事儿，跑步的时候你也在想这事儿，你不烦。那你花了一天24个小时，你花了20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你都可以承受，这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是你不喜欢的事情呢，让你做20个小时，我想你持续不了很久。所以但是这不是说你喜欢的这个事情你会一直喜欢。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任何你喜欢的事情要做成一个事儿，
你都必须把它当一个事儿来看，就是它得有你的商业目标也好，得有你必须搭建的商业体系，招聘的人，你管人管钱找资源的各方各面的时候，烦心的时候过了去了，你可能就，所以呢，喜欢这件事情只是一开始的，到后来你真的需要有一个韧性，更多的是你就喜欢这样子的职责，喜欢扛这个职责，对啊，这个比较重要哈，这是一个一开始的选择。那另外一个你喜欢做的这件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你不管什么忙，你要让人买单，你这事儿肯定要帮上人的忙。你帮不上那忙的白搭，你再喜欢也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人愿意出钱买。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在美国，如果是咱们一元社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在美国的话呢，我会朝几个方面想。一个是就是你想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必要受种族的影响，你觉得哎呀，我是中国人，可能我只会在华人圈子里头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只会做跟餐饮相关的事儿，没有必要的。你大家想一下，我们知道的 Zoom， 我们现在用的这服务就是华人做的，对吧 ？Zoom， 然后呢，做鞋子的 Zappos 做那么大，也是华人的，尽管他们可能不是新移民了，但是呢，我就想说，其实你多在这个社会里头多走走、多逛一逛，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哪些地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问题，发现需求，不用任何的民族这些来限制自己。然后刚才说的关心选择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就是规模和面子真的没有太大关系的。可能湾区这个一元社里的朋友呢，也都是至少是硕士或者是博士或者是几个硕士几个博士学位的非常成功的朋友们，会觉得我那么成功的去做一个这种什么手霜呀，去练个什么花椒油啊之类的，那掉面子没必要，没必要啊。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考虑了几个风险，一个是财务风险，就是你能不能过下去，你要是能过下去，你就可以放手试一试。那我嫁给了我老公以后，我就说好了，我花我的4万块钱，其他的钱我去找，我不碰他的钱，但是呢，吃的住的房子那个阿姨车什么的他管，这是你搞清楚你的财务风险，你搞清楚你的 resume 风险。你比如说对我来讲，创业离开商学院，离开麦肯锡这个创业，这个 resume 风险我是能接受的。哪怕你可能是一个 biotech 的 PhD， 你出来创一个食品没关系，你是在创业，创业从来在 resume 上只会加分不会减分，不管你创哪行的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庭关系的风险了。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夫妻关系，会不会需要 relocation、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父母而父母如果是介意你做这些事情，这个呢父母反正在中国鞭长莫及、对呀、你就别让他们着急就行，对吧？但是呢，他看见的世界跟你看见的世界不太一样，所以呢，该追的梦就追，我觉得，Oh, that's helpfu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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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所以我听了梅姐讲了，讲这个，我就突然觉得我非常幸运啊。我作为一个新移民到美国也就将近4年，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在这里的，我想要做的事儿，就我做的事情不但是可以帮助别人，也充实我的内心，我的灵魂，太好了，这个，对，所以我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如果像作为一个这个我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点有限了，那我就不要问我的 follow up question，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移民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
作为移民，我们如何更好的融入、参与主流？我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在主流拓展我们的人脉，交到真正的朋友？呀，嫁个老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几年，身体力行。嗯，这个是有帮助，绝对是因为我爱人他也是他美国本地人，所以我在很多时候肯定是会有比一般的如果你没有一个美国或者是的本地的 partner， 你可能我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优势，但是在这同时你有可能非常的 rely on her， 你可能不会那么独立都有可能的。对，我这样的故事我之后可以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一些，我认识一些移民朋友，就是在美国的这种参与主流各方面做得很好，所以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但我自己因为生活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我深有体验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非常大的差异。去如何导致我们就是这种隔离。包括我前两天才聊到一个台湾裔朋友，他说他为了和其他族裔去融入，他学越南语，他学西班牙语，学墨西哥话，他觉得还是很难去。所以这也是语言社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梅姐，我想听您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和没有，我刚，但刚才说嫁个老外就是开玩笑哈，开玩笑，我知道你开玩笑，来我们来点真的干货。但是其实我觉得语言都没关系的，嗯哼，就是你要让我从头去学西班牙语，去真的去跟他交流的话，我可能也不一定做得到这个交流。真正的交流是 you care。你真的关心，你真的想听故事。如果你去问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个我先生，我老公公刚刚很遗憾刚去世，刚当高寿了，93前的。然后呢他走了以后呢，所有周围的朋友都觉得，都说哎呀，这个老先生能够过到他这一份上，就是所有的人都很爱他。那怎么样能够，那我特别是对我的小孩影响特别大的，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多人爱他，那么多人尊敬他。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特点，我问他这个特点的时候，我说你去到什么，去餐厅吃饭，人家那个服务员过来就说，哦 Mr. Pomfret welcome back， 去到哪儿人家都是以 Mr. Pomfret 这样子的称呼来称呼他。我说你是不是天天给人行贿啊，还怎么地？他也是开玩笑，他们拿出钱包来，理出一打5块钱的那个notes 给我看，说 this helps。 确实是他 tipping 他非常 generous， 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在西雅图去菜市场买菜，菜市场卖菜的那个工人，他就在那儿跟那个工人聊很久，你为什么你从哪里来呀，他关心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家里头有个什么事情，如果跟他说了，他回头会做个什么事小事情去帮助他，也许他会去做一个礼物呀，或者是做一个给他一本书呀，或者请他吃顿饭呀，就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他根本不介意这人是木匠，还是到他家里来照顾他的人，还是三教九流都是他的朋友，就是因为他关心，他真心的关心、care、right？ 那我们其实在美国社会是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前后左右的邻居我们好多都不太认识。那不认识是什么呢？因为呀，大家不说话，遛狗我也不跟他说话，那你就不行啊。Stop， 你就拉着狗站下来问问他，说你这花哎怎么种的那么好呀，就是你融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步， ask questions and listen。 对对 yes， 我觉得是吧，对对对对 yeah so
就是很简单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做那个叫什么，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美国的社会的一些大的问题，我看你那个问题上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一点点的改变。嗯哼，也许我做的事情他觉得奇怪，他做的事情我觉得奇怪，那就从小的地方来交流呗，一点点开始。嗯哼。OK， 我怕时间不够。哎呀呀，我太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梅姐提到的，语言都不是问题，语言都不是障碍。我用我妈妈做一个例子，我妈妈一句英文都不会，但她在这里通过她做的美食，她的真诚的和大家的和我们，包括我们的装修工人的这种互动沟通，现在直到今天，我们的装修工人还经常问温蒂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温蒂妈妈在中国怎么样？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问温蒂妈妈，就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用真心去和他们没有语言的用手势、用美食、用各种去跟他们交流。所以，呀，大家能感受到，你去倾听，你去 care， 你去 care 他们的故事 ，care 他们的文化，互相的话，大家会形成这样的非常好的一种互动。是的， yeah. 是的，是的，坚决是这样子。那我呀， yeah, 所以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能放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下来，我们就是 Q&A， 我们就会回答我们观众的问题。我们今天主题是不设限的人生。大千世界好玩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什么都喜欢掺和。我特别喜欢梅姐说这句话，我也哎呦，我就非常非常兴奋，因为我感觉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呀，所以我就列一列梅姐掺和的这些事儿啊，光我知道的哈，创立这个旅游行业标杆企业啦，自己写书啦，出版自己的书啦 ，travel through 啊，大理 with a leg of a hand。还是财新网的这个专栏作家，还拥有15块国际马拉松奖牌的长跑爱好者，又是美食家，亲自上阵做美食秀，传播中国美食文化，然后现在又在给8岁的女儿打工，你确实掺和折腾很多事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讲一下你我没有提到的这些你掺和了那么多的事儿。还有就是你接下来你还要折腾什么，因为你还这么年轻，你以后还会继续做一些呀、yeah, 好奇、哎呦跟我们讲堂里头那些嘉宾相比，像冯唐那个写了将近20本书，然后也是跑了各种各样的步，我觉得这些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做的，我这边我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什么都是我觉得距离还很远很远了，掺和最多的最有成就感的可能是掺和在小孩子的生活里面。我刚才你说我给我8岁，现在他12岁了，这孩子打工，他缝他自己的小被子，然后做一个 Sophie's Blankets， 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事情，我天天在那很关心的帮他开着车去买布料，然后又回来然后帮他看看他做的网站这些事儿。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妈妈，其实这个 Surface Blankets 挣钱不挣钱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 But it gives us something to do together， 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是最好的事情。他就很积极的来问我，我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找到一件自己可以和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持续的做下去，这个我觉得是群里头所有的做父母的人都最值得做的事情，最值得掺和的。对对，记住了，先一点小本本记下，就做父母的一定要和子女做一起做一个事业。 OK 呀，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就跟他约好，他做他一定是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花多少时间我觉得都值，因为共同的记忆以后太越来越少了，这太珍贵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会持续的做下去，我也陪我的大女儿天天打网球啊，我不打，我跑不能打然后跟儿子散散步溜溜狗呀之类的都做好。然后呢其他的时间我在忙着写一本中文的书
很痛苦，很痛苦，不知道什么可以从这个找到一条路径出得来。然后我们也在 launch 一个 podcast， 叫 The China Travel Podcast。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旅行的地方确实比跟大家相比都走得多。我想把去到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怎么来看，怎么去找到这些有趣的人，它完全不是一个 guidebook， 不是你呢怎么去故宫呀这种东西，不是啊，更多是 my personal 我个人的一些 take。 然后呢，然后就花一些其他的时间在找各种各样的事儿。 I sit on、哦、我现在做一些 board 的工作，我很愿意做这些工作，在B站讲堂也是我非常开心做的事情。 yeah、嗯，大致就这样子，都不太忙，还不太忙，还行啊。来我们鱼园社玩吧，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事情。谢谢吴帆把我的这个书的 link 都放进去了。 yeah. OK，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也提出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现在来开始呀、yeah, 回答我们的问题 Q&A。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吴帆请问B山讲堂如何决定要访问哪些嘉宾的啊，那么多的，那么 diverse。 Right、这预言社 也在做很多的访谈。我觉得这个更多是 driven by 我和一起跟我做讲堂的同事们的兴趣，这个比较自私一点，就这个话题或者这个作家也好，这个专家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感兴趣不感兴趣。我们做两类，一类是中文的，一类是英文的。中文的这一类呢，更多是让中国的这些朋友们在疫情期间做一个更有趣的自己。所以呢，只要是中文嘉宾的，可以讲建筑、音乐、考古、历史、摄影啊、村落保护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旅行关心的话题非常相似的。我很少有讲经济政治这些东西的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在关心这些事儿了，所以我就像鱼园社一样，我们不会做的股票啊这些活动。 对所以很重要呀。所以这些呢会讲中文就行，然后另外的英文的这些呢全部都是跟中国相关的。我们特别喜欢的，我的一个读书会，我觉得每个月，比如说下一期读书会，我就有那个陈特平陈刚写的一本书，叫做《The Land of Big Numbers》something， 非常有趣小说。所以呢，我们就挑，也希望吴帆哪天来跟我们讲讲你的书，我们就挑一些很有趣的，中国写中国，或者是中国作家，或者是世界作家写中国的书呀，当然也有各地的专家，也有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敦煌呀、贵州呀这些各地的专家，他们做的保护项目呀，我们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食又是另外一类，就这样学。我觉得有我们，碧山旅行有鱼园社，我们还需要外交官做什么呢？哎，我们民间外交，我们做挺好。绝对是我们民间外交，这非常非常重要呀。我们第二个问题是来自Bill 黄，我们都认识，呀，梅姐，你 Bill yes， 呀 ，Bill 呀，我们的老朋友 ，yeah， 他写了很长一段英文，梅姐，要不你自己看一下，我看一眼哈。Bill, excellent question. 我拿中文答，拿英文答。他能听懂中文。OK，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做20年的旅行，非常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说，20年前你中国贫穷，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喜欢去 cuddle 他一下的 panda bear， 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古老的国家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可爱，大家都愿意去中国旅行。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 panda bear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旅行团到哪儿就
在这个地方再刻一个什么到此一游的这些，就 sometimes 我们的国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呢 ，may bring an image that from time to time people kind of go like, oh, if all of China is like that, I don't want to go see. 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客人，他还是来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family travel， 比如说就像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呢，我和我先生带三个孩子，或者是爷爷奶奶带三个孩子，带一个孙子辈的去中国旅行。为什么？因为中国我叫这种我叫它叫 reconnaissance trip， 或者是一个 due diligence trip， 就是在他必须要去了解，到中国去看中国现在的发展对他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所有的我的这些朋友的客户都说啊，我的孩子在某个私立学校在学中文，要去中国看一看他以后要把中文放在一个多重要的那个学习的规划上，事业规划上。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去看中国，了解中国以后对他们影响会什么样，这样的旅行很多，学校去中国的也很多。我觉得媒体大众觉得中可能让大家觉得中国的那些传统文化不一定那么有趣，我觉得这是或者是他们不是他们说他不有没有趣，而是他们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现在更多的问题上。一旦客人去了以后呢，美好的那些中国的文化并没有消失，所以呢，去了回来了以后的口碑仍然是很好的。只要这边就是美国大众对去哪里旅行 ，if you are less influenced by media, then China will still be interesting. Yeah， 我非常非常同意。就好像我们像我和小鱼，包括我们鱼园社，现在我们汇聚了一大群非常有趣的华人移民。我们和其他各个族裔和美国主流各界去沟通交流，他们知道哇，这一群中国人非常非常酷，我们当然很想去中国去看一看，去玩。那通过我们人和这个真实的这种交流，大家就会对中国产生兴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产生链接，真实的这种深刻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不管你来自什么文化。我们下一个问题，我抓紧时间。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实现真正的不设限，在社会压力下、世俗标准下，如何摆脱限制，实现自我，如何确认自我的执念是否依旧值得追求？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就是真正不设限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因为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传统的衡量你成功的尺度。第一就是钱的多少，对吧？这个因为它是数字，它很容易量。然后呢，第二可能是你在互联网上的粉丝，你的粉丝度，跟随量有多大，还有什么？那可能这两个是最直接的。如果我们都以接受这样子的尺度去衡量自己的成功与不成功的话呢，那会很累很累。我觉得不设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外界的这个衡量你的尺度也好，这些噪音稍微往外推一下，多睡睡觉，多跑跑步，多听听古典音乐，像郭建英老师说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回头来想看你自己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回到一个我跟小女儿说的，你做的事情会不会让你，是不是让你身心愉悦，是不是给你自己很多的 enriching 的 moments， 或者是 continuously nourish yourself 这种感觉。如果这件事情不停的在给你这样子的感觉，那你可能值得做，对吧？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就是，你在 continuously 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在 helping others，
是不是在不停地在改变别人对中国的理解也好，像语言社做的事情，在帮助大家在一个疫情期间能够寻找到一个群体，能够有这种深度的交流，他也在帮助人。就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长期的在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你给你身心愉悦，在帮助别人，然后你不要过不下去就行了。钱需要的，肯定需要。你不要交不了房租，不要交不了孩子的学费，我觉得这些，但是这经济上的这些只是有一个 minimum 的 threshold， 这个 minimum 就最低的这个门槛啊，每个人的门槛不一样哈，有的人可能是 one million， 有的人可能是 one billion， 不要随时有钱多了一点就把自己的门槛往上再涨点，那自己给自己为难嘛，对，像对吧？说的太好了，对。现在我们活到这把年纪，我们是真的认清楚。你还早着呢。是，我真的非常同意。呀，能钱够用就行了，就这样。我觉得，呀，是这样的。人这个你的幸福指数才是更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写了很大一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pay attention，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家科技创投公司的。募集合伙人，我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可以帮助更多人参与到价值企业的成长中去。另一方面，我对定制旅行这件事情非常好奇和向往，正在考虑做一个城市发现主题的探索，并接待一些感兴趣的旅行者。想问一下张梅老师 slash 做一个定制旅行师要求高吗？一般是要 OK 要个呀， yeah， 张梅 OK 回答。大江同学哈，首先你现在是募资合伙人，做定制旅行师，你的收入会哐叽就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我必须给你指出的非常现实的问题。然后呢，我先给你几个障碍啊，你先，因为做城市发展，城市发现。在国内有平台做过，以前的面包旅行也好，现在的这个 Airbnb， 当然也 Airbnb Experiences， 他们也非常努力的在做。我自己也投过一个叫牛油果的一个就是这种一个小区域的短的旅行项目，就比如说两三个小时、半天、一天这样子的项目。它最大的一些挑战是旅行最大的一些挑战，再加上这种。城市发现的这种的挑战有几点。第一，你的频次利用率很低，就是你做一个 app 呢，这 app 它可能包括我去大理这种地儿，它可能打开这个 app， 然后回头就再也不用这个 app 了，它的频次使用率很低，回头率如果你在旅行目的地的话呢，它的重复使用率也不高，然后呢单位价格不高，再一个呢是你要在线下运营，比如说你谁来做这个体验的实际的接待呀，你要去开发这些产品，如果你能够做到像 Airbnb 那样子，就是所有的这些大众他都是自己来做这些产品开发，那有戏。如果你需要去开发的话呢，你的开发力度会很大，但是如果客户的量没有海量的客户的话呢，很难养活一个团队能够在线下开发这些产品。所以这是我们做了以后的几个感触。那你有可能考虑就定制旅行师要求不高，我其实打个小广告，我在那个网上，在我们 B 站讲堂里头有一套是收费的课程，就是定制旅行定制师的收费课程，你可以听一下，不贵。就从头到尾讲了这些障碍，然后要一些什么技能，很好玩，但是坚决不是一个，如果准备湾区买房可能困难点。很喜欢梅姐聊天的这种风格。对，特别好玩。我们梅姐能再接受最后一个问题吗？要不你来选一个。没问题。要不你来选一个，在 Q&A 里面。我是记得 Helen 在那个 chat room 里头放了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很早就放了，我没问啊。而是 Helen 放进来的，说碧山的目标群体是什么样的？你是如何带领碧山慢慢摸索出目标群体的 ？OK， 两个
我的 Wild China 的群体跟我的碧山的群体不太一样。 Wild China 的群体其实我当时定位就定得很准，然后 产品的做的也很准，因为当时20年前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所有的这些 CEO 呀，投行的，硅谷的，好莱坞的这些顶尖的这些人来中国的时候，他不会去买这个大巴旅行，他不会去跟着这个大巴去走长江三峡，那他跟谁？他没有选择。我就把自己定位成 I'm the only one， 所以呢 Wild China、当时就是定了一个、叫做 Luxury Adventure Travel 的旅行定制、那我们整体的就是资源把控呢，是在中国，我们对中国的各地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我也了解这样子的客户，因为他是高端客户，他时间相对比较短，但是他有钱有闲有阅历，他们对世界各地都已经，非洲都去过了，所以我在跟他讲我们中国旅行的时候呢，我要能够讲出来，在你去过南美洲去过别的地方以后呢，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整个的销售和客户服务这个体系呢，就是针对这客户群体搭建的，那个当时就起来了，后来又做了、企业的会展，那我们现在做很多什么private equity venture capital 的这些 partner 在中国的旅行，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同样这群人的不同的需求，而 也有同样这群人更不同的需求呢，是他们的孩子在的国际学校的旅行呢，是被我的碧山教育在服务，所以碧山企业、业务是在替企业服务，教育是替他们的孩子服务、他们本人就可以参加我的 Wild China。 那碧山这一个中文品牌呢，是后来2013年哪年开始做的，这个是个中文的服务、那是针对中国的、同样一个有钱有闲 有品位的那么一个群体设计的，那么我的产品上面挑的就是国外的，包括像不丹的安曼呀、非洲的、And Beyond Singita 这样子的一些 lodges 我们都做，就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国内的这个比较难做一些，因为这发展市场变化很快。OK， 呀，碧山旅行是带中国人深度看世界，是呀、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啊、梅姐今天宝贵的时间啊、希望以后能请到您线下和我们交流，和我们见面啊、谢谢大家。一定、记得关注我们碧山旅行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碧山讲堂很多的非常非常精彩丰富的这些访谈的回放，我最近都在沉浸在了在里面在学习呀、谢谢今天我也、破一个例，因为、我可以、我想把我的个人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号放在我们的 chat room 里面，因为今天的朋友特别是国内的朋友，如果以后想和鱼园社以及旧金山、硅谷地区的华人移民进行更多的链接的话、欢迎加我的微信继续聊、因为我在想、你喜欢那碧山旅行，你喜欢 Wild China， 你喜欢鱼园社， 你有好奇心，这样的人们一定是有爱有趣的人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继续链接起来呀。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个 Clubhouse 上面，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China Travel Club、里面也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然后呢作为我们梅姐你还想想说什么吗？没有，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群体。我在微 Clubhouse 里头叫张梅姐，用那汉语拼音就可以找到我，可能占了某些朋友的便宜，那对不起。我非常开心啊，张梅姐，梅姐。那最后我要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一期的围炉对话活动，因为下个月五月是美国亚太裔美国人的。叫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在这个月呢，美国社会和亚裔社群会聚焦亚裔的历史和故事，讲述亚裔移民对美国社会的重大贡献。5月2号下午2点，
我们邀请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团队来和我们分享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历史，亚裔当今在美国的社会以及政治影响力，以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特殊关头应该采取的行动。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我们的 Clubhouse 好像还有，对，我们有朋友想要，哎，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 Bin 想要参与。OK，那我们可以跟，要我们可以在要不这样，我们在 Clubhouse 继续聊。那再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张梅姐有没有再有五分钟、十分钟时间？可以，反正是吃晚饭时间。对呀，我可以再倒上一杯这个葡萄酒。OK， then let's switch over. Yeah, let's switch over. Yeah, 嗯哼，刘斌，你可以继续啊。谢谢大家。OK， 谢谢大家，在 Clubhouse 里面见。OK， 好，见，下期再见。谢谢 Michelle， 谢谢 Pat， 谢谢吴帆，谢谢朋友们。Yeah, bye bye. Bye.